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誠スペー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、誠意を込めて家づくり、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昨天木曜上片我已经达成人生的阶段性任务了。这一集最后一个空一车坐我就可以休息了。以后观众朋友就看泰山啊、阿呆啊、柯P啊，哈，这些年轻人你们去拍就好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还有那边七，有没有？他准备练习滑板车过退休生活。2009年的蓝鸟哈，然后很开心，对不对？让木曜是超晚跟台哥来，里面还帮我们签了名。好，那因为节目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细部的项目呢，还是由我们这边继续做个记录，做个整理，到时候就会是一个完整的状态，然后来让大家竞标。一样，清小城在做更 plus 的一个检查，那包含帮忙我们要把它换新的。节目最后呢，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专页，然后放上这个竞标的一个规则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深入的检查吧，走。还记得这台吗？记得啊，这个客人本来跟我们预约嘛，后来他自己有空又跑过来了。刚刚我们已经听到很多声音，我掐赶快就赶了，列掐关。上次看那个还没修好，没有，上次看完还放到现在了，表示什么呢？放那么久没花钱哦，没花钱。开始。感觉上了，这底盘的东西有几个，就是拉杆、连杆，不然就是离合器，最坏可能就避震器，避震器有些没坏就上座，大概这几个会发出声音吗？也不一定，像我的三脚架，那那些地方坏都是缓冲区那里。对啊，因为轮胎第一个动的是什么？避震器啊，避震器也不可能三天两头在漏油坏掉，不可能啊。我常讲的，哪里吹弱哪里先坏嘛。假设离合器你歪弯，好一直海海搞不呀，哦，避震器海上个天海海搞鬼抓龙王掉。对，所以你坏一个就要赶快去修了。像我的车应该正常还是要赶快去修，不然你这样硬开有没有？造成连避震器也坏掉了。像这种铁链没有正时皮带的，你上次最早就是做铁链的，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正时皮带的问题。如果水吸的水泵、水管怎么循循，其实这个车可以开更久了。如果真的要做公寓车，肯定你要先跟382先拿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好，我就这样过来啊，气管会盖住。如果你这次换垫片的时候，你就顺，如果就要换的话，就顺一起了。它很难拆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卡在里面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去小陈，小陈那边检查。我们刚刚有试开的嘛，现在直接把它顶起来看。好，一样，我们照惯例一样，我等一下外表再看一下，因为人家给我们的啊，一定都有使用。只是说现在再带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保险杆这边就是这样撞到啊 ，Bicky。哎，其实期间嘛，修过猫眼一点点，可是它没有掉漆啊。你注意看，这边有猫的，旁边这边呢、一点点，到时候可能就要碎碎啊，擦胶掉掉的。我记得是新车，它就被夹挤啊，左右夹挤，所以它这边左右都有去用到，所以它都有换过。轮胎不用换，2021年的，看起来碟盘是有生锈了。如果真的换碟盘，来临片也要换，好，不能只换碟盘这样。假设好了，凸跟凹总共有10个，你按你来临片也是这样嘛，五合嘛，这样差的耶。你换新的，这个是平的，你这样差磨起来，那到时候又一样了，又凹凸了。保险杆看起来是有稍微加修光用掉，好，两边都要处理一下。啊，它后面是补色的，补色可能就要来临片可能就要检查。对，啊后保管反正中间跟旁边都一样的，到时候稍微弄一下就好了。这一台是之最啊，目前最新也换了最多片的一台车。啊、因为车主他本来他就想说换掉，又觉得浪费，他就直接给我们做爱心。这种车有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它是2000cc， 好啊，它的空间其实不会太长，可是它里面坐成的空间跟 Tiana 是一样的，哦，最少3克以上，是真的超大的。它可能就是清洁一下啊，方向盘如果 OT 这次又有赞助，那就其实不用再花这么钱了。外表看完了，我要看一下引擎。哎呦，引擎盖没有换，你看这个都新的啊，你看新的。原车主也有副车，你看引擎脚还新的，你看他怕你不知道，他贴纸没有撕。哦，乌雷，等等，我先尝一下，看是变速箱啊还是机油。你看油底壳这边是干的啊，有可能呐、你看哦，它上面肉蛮大的，会不会从上面滴下来的？防尘套看起来没有破，避震器没有漏油啊？为什么防尘套会破？再说一次啊，你看车在滚动，它一直滚嘛，左右边它就会这样哇。拉近拉远这样，久了它就会裂掉了。哦，这边看到有油了，你快刮去啊！这种车后面更不会坏了，要么就是最多可能就是这个老油啊那样的。对啊，它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坏。我看完了，那要等小陈来看一下啊。我是专业里面的不专业，公益车。对，公益车。所以招十四万，没找我玩啊，没找我玩啊。所以追风不爱玩。轮子我看过了，蛮新的。机你也都看。底盘这样斜斜，我要给你。盘子就换掉啊。换掉，好好。我记得调整器很会调整。
很会调整啊，练皮带要换了。这头上都铁链哈，铁链啊，内链的。啊，你家老油六花，我看不出来是哪里。这个到底是哪里？这看起来不像机油啊。它干单的时候，加个油那个塞油干塞油进去，看到底是从鸟盖漏下来，还是真的是里面有漏？哦，可以哦。上次漏我给你料的不漏啊，因为威吉都要料左右晃或上下晃。低压枪，低压枪不会晃啊，它是和尚头坏掉才会晃。这一个三脚架的合上头，还有这里风向机的合上头跟拉杆，这边都会有间隙就会晃，就是摇轮胎是摇这三个东西，看有没有坏。它这一台都没坏，那火星塞要不要先换？好啊，火星塞不换的话，到时候又要再拆气管。你只可以看得到第四缸的烤耳，其他一二三都埋在里面，所以要拆这一个啊。不然你看哦，这次假设好了换好了，它锁上去之后，你要换这个又要拆一次啊。两万之后又换火星塞又要拆一次，哇，冲击。Perog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现在来修台哥的青鸟，现在要换什么？水泵组、皮带，然后火星塞、鸟盖橡皮，然后这是进气歧管垫片，因为要拆进气歧管才换得到火星塞、气门式垫片，还有烤耳。烤耳要感谢圣帕斯的赞助。没错，先把他签名的拆起来，然后这一块比较重要。习惯要拆一大堆东西，你现在看得到的这个塑胶的，整组全部都要下，这个也要下啊，要啊，全部都要下，要啊，因为它里面还要躲一颗十号螺丝，所以你不拆节气门呢，拆不到那个螺丝。节气门也脏了，反正都要拆了，就顺便都洗一洗。就是这一圈要把它清干净，里面其实还好，没有到很脏，但是下面这边最脏，下面这边很脏，对啊，哇，我看到螺丝了，看到螺丝了吧？奇怪，下来进气奇怪，这边都会有油有吗？那你像这个啊，压得比较平，这边比较凸，啊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拆掉就是换掉，就直接换掉。外面都漏成这样子了，里面其实都差不多了。你看里面还算干净，但是等一下边边这边都要清，全部都要清啊，因为它这个整个都是平面，所以就不用打掉。然后上面这个平面也要清一清，等一下要打胶。然后其实你看这个水泵壶也漏水了，下面有些绿绿的结晶，所以这个就差不多该换。你们看到水就会从刚那样子一直往下滴，就会滴到这边，这边就会有反应。那就看其他的下水管啊这些的，你看这也都好的，没有漏，那也没有地方在滴水。装气管，你看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有没有脏。它还有，你真不要照的话，看得比较清楚。就是有一些。有一些脏脏的东西又跑出来，啊，你如果没有装这个瓶子的话，它就会在这边，它有的时候又会流下去，所以装这个瓶子就让它累积在上面，啊，等一下就直接倒掉了。好啦，终于整理好啦。我们跟木曜合作的公益车成交之后呢，我们的金额也会用木曜试操完的名义，加我们捐赠人购买人的名义一同去捐款。那从我们开始做这个公益车这个活动开始哦，已经成交了将近20台车，那捐款的金额也已经超过100万了。那也非常谢谢这一段时间以来每一位观众朋友的共襄盛举，好，无论是捐车的，无论是来购买的，甚至呢在收
看的你们都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让我们继续去做这样子的爱心公益。那希望未来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来举办这样子类似的一个公益活动。那经过这一次呢，跟台哥木曜市超玩的合作之后呢，也觉得很开心。从 YouTube 2019年拍到现在，也算是完成了小狮汽车生活频道的一个里程碑。今年真的是非常多彩多姿的一年，走中奖也去了，还有跟各式各样不同频道的网红也好，明星也好，一路合作到现在，我们一直在跨越这个里程碑。那今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最丰收的一年。那希望我们明年也可以继续这样的公益活动。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请记得去我们的粉丝专页啊，我们的竞标活动就会在影片结束之后开始。那这台车呢，目前在市场上的行情一定超过20万。因为我们这次做爱心，就请大家依照自己需要用车的一个状况而定，来踊跃的下标做爱心。跟我们买的车，无论是公益车也好，无论是我们公司在卖的车也好，我们都希望车子卖回去是在帮助你的生活哦，让你步步高升。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。Look at my racks, feel like Serena went hit from the back. Swing, pull like gym, waves on swim, and I rock tins with the tech. Butterfly doors on the Tesla, I just spend shit on gas. 150 bucks, I be at the strippy club. Whiskey sippy cup, I be on like Disney Plus. And there's no growth on my cheese blow. Bitch got a twin, and she let me hit it. Hold up. Freaky little mommy wanna suck me till I sleep.Even lie, yeah, she being a little creep. Now she wanna airdrop me, pick double D's. And she don't charge a fee, they for free. マコトスペー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、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、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